全国的乡亲，在王宫浴火节这段期间，我们来王宫参与我们的音乐会来欣赏我们这个光雕秀，以及我们彩街祈福的活动，还有品尝我们王宫的美食。所以热情邀请所有的乡亲在8月5号、6号一起来王宫参与我们王宫的渔火节系列的活动。希望讲大家吼，这个初五、初六吼，一定爱吼来这个看这个王宫渔火节，来王宫佚佗吼，一定会吼大家真满意安尼吼，感谢大家。对这个渔业节的关心吼，祝大家健康快乐，万事如意。